Sherman 中宣文呢日口肿面肿咁出席活动，原来佢患上咗感冒啊！病紧啦，而家即系把声其实都系好密，好多超级多痰。我等阵又要上劲歌，其实有好大压力，因为好多痰塞住喺个鼻度。咁我又唔想即系睇医生食太多西药咧，咁变咗我就喺药房买即系啲人成日食嗰啲牌子咁样咯。食成药，有啲人食成药食到死咗添噶，药啊真系唔好乱食啊 ，Sherman。我就买啲即系出名啲嘅牌子咯，系啊。咁我谂其实做艺人，即系特别歌手最紧张就系要唱 live 嘅，因为我等阵都要唱 live， 咁变咗其实冇得喐噶，即系食咗药之后点样咧，即系有得佢自己好，咁做唔到任何嘢咯，唯有系咁开心饮多啲水咁样咯。前几日 Joey 容祖儿家座驾俾一嚿高空嘅砖头击中咗架车嘅车顶，天窗就粉碎，不过好彩当时就冇人受伤。Sherman， 你有冇问候下 Joey 啊？哦，咁个人冇事最紧要啦，即系个司机都冇事啦，冇事，系咯系咯系咯，因为个司机我都识嘅，我会问候下佢。